小雨打在我的身上。欢迎来到屏东，耶！来到台湾的最南端了。那我是屏东女婿，仕途老马去找在地曾经遇到过、知道的，然后也介绍给我们所有的笑脸出发吧的粉丝。因为屏东呢，我们之前都是往那个垦丁去嘛，所以其实屏东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，尤其是北屏东这边大武山下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味道。罗勒女王你有没有听过？罗勒就是高赞塔，好多料理中必备的。其实罗勒的品种呢有十几种。是哦，他们家世代在种这个，所以今天我们要下田是不是？对对，你还在行行聊聊哎，你都没抹旁水哦，旁公公哦，哎，好香哦，少女感的香气耶。隔壁另外有一个地方叫竹田，竹田的火车站很漂亮。哎，对，最近呢，这是网红呢都在那边打卡。带你去吃一个竹田的超级老店，而且他们家吃东西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内容。嘿，你好，打个招呼，在地的要打招呼。然后呢，威哥，哎，还有一种水果哦，全台只有这个地方有，这么稀有，你去了吃了就知道。好，你把酒来看人吹的叮当。哇，真的是很会利用哎，他这个旁边一小点，他也可以种葱。哦，有没有闻到了？有没有闻到了？右手边这个就是罗勒，就是了，是嗨，你好，你好，罗勒田蛮漂亮的哎，看起来也很像茶园哦，它就是很清脆啊。对。还有女王来了，哎，女王你好，是，你好。听说呢，园子里面有十几种不同品种哦。其实罗勒大概有50几种，50几种，对。那我们台湾现在喜欢吃的那一种是？台湾喜欢吃的其实有两种，台中以北大概都是用绿金的，就是这个。哦，这个叫绿谷，这个叫绿谷的。台中以南就是我们南部人的口味比较重，哎，它是红的。但是他们种在一起并不违和。不会不会，但是它产生的那个气味就有不一样。差在哪里？这个红谷的它的气味比较浓，嗅感臭臭的。啊，臭臭。闻闻看，啊，等一下要换另外一只手，因为这个味道不一样。好，哦，这个挡味。这咸酥鸡三杯鸡，对，台北的比较，对，这个比较淡，味道比较清香，再来清炖牛肉卤味呀，就适合这个，比较不会压迫的味道。等一下咸酥鸡一份好不好？好饿啊，突然就饿了起来。对，真的，它比较清香。对，所以我们农场里面大概种了有5个品种。我们两只手就好了，这样子握着大概5公分，然后把它折起来，这样子你拿回去呢，直接就可以下锅，就下锅就不用再处理了，它是最嫩叶，而且现在这个时间是它营养最高的时候。哦，是哦，是冬天哦。就是哎，我们怎么分辨罗勒成熟了没？就有叶子。18岁了没？哦，没有。来，你看，我敲啊，这个就还没成熟。哦，它如果成熟了，就开花。对，花还没跑出来，就是正要冒出来的那一刹那，是最好的，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高的时间。这个吗？这个算是有小开。对，哎，那就跳。哎，好。干了一样啊！这个先生我喜欢。那我知道，我想爱跨栏舞秋不了。但是我知道了，这个就是欧巴桑了。对，老啊，对老。啊，罗勒他很怕冷，我怕冷，他是越温暖越好，长得越……那还等什么？对啊，我们来外套，所以现在菜市场很贵的嘞。他们不冷了，我们两个冷了。可以，我们会帮他穿外套，盖一层那个薄薄的布。所以可能低于15度的时候，低于18度，18度它就开始会冻长，冻龄哎，冻龄哦，对，它不长。老师，你要怎么样冻龄？就一直尝试在低温的环境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很好。卖过钱啊？买来冷啊，买呀，就是这样。听说你们家的一天的出的产量是很大的。我们是全台湾最专业的供应商，我们客制化，最多了，客制化给客人，客人要1公分的、5公分的。
十五公分的，我们都可以客制的。那么厉害哦！因为不同的客户用途不一样，它的用途大一点的，比如说他们是会用什么？比如说他如果长一点的，他可能是打酱，那可能五星级餐厅。他不想要让客人吃起来有纤维的口感，所以他可能就要买这个超嫩，对，哎呦，超嫩都没有一星二叶，没有骨头的，他就吃不到那个纤维的口感。在台湾的这个味道呢，真的是家家户户啊，真的。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阿嬷就在他们家的门口放一个保丽龙盒子，一定要有一株罗勒，偶尔还要点几根那个葱。像我最近就种艾草，哎呦，因为百香果它如果出门晚上的时候要就会要进阶，对对对。还有没有念那个？金沙熬时听到不代志，没有，我好像每次不然我后来我发现我一唱歌，他哭的比较大声，就是看着这个效果。那我确定百香果没有遗传到你的音感，他知道那个是不对的。而且你在这个会一直流口水，他们觉得有吃要有东西要吃，真的。台菜真的没有九层塔，真的不行。就它算是一个主角之一。那你就天天这样摘哦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但很会长，对不对？它冬天一个月长一次，夏天一个月两次。罗勒它的花其实我们一般在市场上看不到，是因为我们都把它摘掉了。它其实是可以吃的哦，它煎麻油是很温补的哦。真的？是。吃啊！我不喜欢这种被拍打你嘴巴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为了呢要繁殖这个台湾最优良的我们富裕很久的品种，特意留了一区像薰衣草原这么美丽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下。不水吧？哇，很美耶！水够有力，顶边搁袂跳脚。薰衣草，哎，你有想要抹香水无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安尼行行聊聊的，哎，你都唔免抹香水哦，香公公。哎，好香哦！而且它是那一种少女感的香气，而且是飘香的，不是像那种木头的。你出去红皮看麦，哎，以后你都唔免抹香水，你聊聊的哦。你若行出去，等下蚊仔拢无爱叮你。哦，跟香茅一样，很类似。真的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还好啊，它这是大蚊子。嗯，这种罗勒就特别，你看也很好睡吧？它有哦，绿绿的。它有边，它有锯齿状，它形状很漂亮。你看它的背后有毛，它是印度来的，它叫圣罗勒。它的味道呢，有点像。百香果呢？哎，好像有一点点呢，比较甜口的那种百香果，对对对，那个味道。它的花是紫色的花，它看起来像薰衣草园。那它这个的用途是？这个的用途是把它拿来萃取，做成纯露精油。哦，就比如说就可以驱蚊。对，驱蚊，然后香气。它对于我们牙齿预防牙周病，这个预防也有保健的效果。对，这个可以可以，不是按牙齿啦，牙龈啦。廖逸莹是什么种？这是田螺勒，欧洲跟美国人他们用的，你比过吗？因为它的味较清香，淡淡的哦。它对温度非常敏感，所以它冬天其实几乎没有人在种，就是很难。它有一个深色的苦涩味，有点带凉感。罗勒本身它内含有薄荷的味道，有点内含，每一种都有。啊，姐姐，你们是家里本来就有人种吗？还是你自己回来种？从我开始啊。从你开始哦。啊，你去哪里找这么多品种？当然是有心就做得到。我种罗勒已经28年了，真的很香哎。雪气天晴朗，那没处处下。九层塔顾名思义，它只有九层吗？但是我这看着有120层哦。它的命名是因为它这个花长得像塔状，那因为我们数字9是最大，所以我们就用9来取代。后面有一颗一个黑黑的，这个就是它的种子。那我们就采一些回去把它取种子。好，随便抓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干的，你们要选干的，把它折起来就可以了。
这个种子你其实在外面你也买不到这么好的品种，这里就是要取它的种子，所以刻意留要好几个月它才会长成这样。所以不是说它自己放着就会一直长哦，没有那么，所以重新就都还要都是要付出的啦，就是还要播种就对，对，哪里那么好，我叫送你，那可怜，我播种就算是要一新台币也要按一下按钮，对啊。采很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把它取出来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样？哎，确定没有办法哦。你有没有玩过李小龙的双节棍？用甩的。我会累死。我们是现代人，我们用车子来压。哦，车子要省力。今天你们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，所以就请你们来帮我这个忙。以前小时候曾经看过人家把东西铺在马路上，就让那个车子来来往往碾碾碾碾。哎，到黄昏了，哎，没人了，他就把它扫回来。啊，时速大概多少？哎，五，对准啊，像我准啊，哎，对，好，啊，再回头，换边，那个罗勒花就这样细细长长的，你怎么样才能把所有的纸全部都清除？是有点难度的。我们要不要换汽车？加油加油，继续！好香哦！哎，这也要蛮多趟的。对啊，因为轮子小啊。对。特技表演吗？是这样碾才会碾得比较彻底一点。有吗？有掉出来？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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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碾过一遍了，然后我们现在，你看，我们把那个它的这个有。汁，把它拿起来，好，把它吸走。会不会都是灰尘？什么灰尘？黑黑的那个。哎，你也把镜头收我搞，该换眼镜了。你有看到无？这我是谁？这哎，我看清楚。这个有锥吗？有锥吗？哦，很多哎，这个很像芝麻哎，这个全部。不可以抽回去呢，这么优良的品种，没在外泄嘞。我们有说要抽回去吗？有吗？因为你放在手里呀。这个才是对对对对对对，那这应该还要再去塞过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把那个壳用微弱的电风扇，然后把那个壳再去，因为它比较轻啊。对，一般微弱跟强有差别。当然，你注意看好这，这个是，那有不一样的表现。然后你把它推走。因为有倒不均匀，很怕你会推，以后有推倒的部分。是是是。好，我们玩完了，接着我们就要去吃美食。好。耶耶。哇，好香哦！三杯鸡，我们先吃，因为它。汗修，哇！你看那个汤汁多浓郁。哎，我专门请厨师来做的咧。鸡肉也好吃，好像是产地直送的关系哈。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，就是比较嫩，然后没有去太过抢过它原本食材的味道，不然有时候有一些罗勒的味道，它就很强烈。就覆盖了。肉好甜哦。其实罗勒买回去最好是尽快使用，因为你放的天数越多，它的那个精油就会慢慢慢慢的消耗，也旁边减少。你现在吃的是贡丸，对不对？对。而要吃之前，你先沾沾看，这个是罗勒酱。但是你们有吃到不一样的那个，像地瓜还是什么？哦，你嘴那这厉害啊！我的过去的嘴，你要吃看看一下。那个就是绿椒。绿椒是什么？青色还没有黄的香蕉。而我们还有新创意的吃法。我刚刚吃的时候很像马铃薯，它是有脆度的，有粉度的。对。
这个绿椒呢，我们只要把它蒸熟，皮就可以顺利的剥下来。对，我们沾蒜头来酱油来吃，这熊原始的锅渣皮，我们这个60年前就在吃了。口感是芋头，香气不是，那个山药，对，很接近山药。创意料理又出来了哦！哎呦，你好，哎，哎呀，这有睡吧？哎，大学教授的。哎，我们特别聘请了厨师，就是这一道料理的发明人，他都是采用我们的有机香蕉，来做，这是香蕉哦，香蕉料理。我们也是薯片呢，所以接下来是地瓜也紧张了，山药也紧张了，芋头也紧张了，他们人生多了一个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人生多了一个对手了。它完全吃起来就像地瓜，对啊，薄的时候就完全像地瓜一样。你看它的横切面，基本上就是像马铃薯跟那个山药的那种感觉，但它真的是香蕉，你看。什么？我已经吃这么久，难道他会骗人吗？很怪，在节目要播出的。因为这几年我们都发现香蕉其实都滞销的状态，如果我们可以应用一些料理，那可以消化一些绿椒，不要浪费了，对，不要浪费，而且也可以帮我们的香蕉产业多找出一条新的出路，也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到更多不同的创意。那很棒，大家一起交朋友，都寓意很好，真的很好，很赞的一种创作的方式，而且无违和，对，我觉得好神奇哦，没有不好吃的东西，只有不会煮的厨师，应该这样说。小哥有饱餐一顿啊，感谢你。不错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，在客家村里面呢，有很多像这种庙，就在路的旁边，就是那个土地公，村头也有，村尾也有。接下来要带你去一个客家的文化中心，也算是一个文物馆。先民这些器具啊，生活用品，长明呢所用的每一天都在这边陈列下来。那我们到底去会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建筑模式，过去那个土楼，围楼就是围起来那个楼。我们进去看看，从这里来。我们要找一位上水的老师，上水的老师你都位？上水的，你伫倒位？有上水的无？有啊，是你哦，松树的松，美丽的美，啊上嘛，啊个姓李，李上水，老师好，我们刚就是从外表上去看一下这个建筑，前面跟后面好像整个造型都不太一样。如果我们以俯看的话，好，它就我们要想象一下，围笼可以围城啊，不会让敌人进来，防御的攻势，对。听说剪纸对于你们这次传承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录的界面。我们的剪纸啊，譬如说它是福禄寿喜，借由这个剪纸保佑我们家里的平安，或是说一些像这个字是双喜嘛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哎，我们今天家里在喜气洋洋，对。这个是我们忠义祠，后面是所谓我们忠义祠的画胎。这个画胎的意义就是说，譬如说我们是烘焙。位置要稳，它必须要有后靠，对对对，要靠山。客家人的建筑是前面有水，后面有山。对。所以那首歌算是客家歌啊。我家门前有萧何，后面有山坡，算客家歌。山坡上面有只猴，太活泼了啦。你的客家名字叫什么？三脚胎。三脚胎。三脚胎。对对对对对。不是三脚胎。三脚胎。三脚胎。对，他乐于呢当那只小动物。那你有三脚胎的故事吗？没有嘞。你用客家。没有，你讲个短短。短短，我让我听讲。好好。系统麦。
洗头麦吼，伊阿婆啊，因为老诶，退休诶，唔可以办咧点，办咧点比吼，唔可以办点诶。啊，做嘛个要退休诶，退休吼，但是已经想讲，伊凡细时节啦，后生诶时节做办咧呀，做得千金办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先到这边好。他那个是讲说，有一个从前有一个洗头妹啊，那洗头妹呢，她退休之后呢，去做那个板条，哎，有听懂了，糖友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像不止讲这样嘞，不止讲这样，是还有什么？那个洗头妹不是洗头妹，不是洗头，是一个有小姐小妹叫小桃，小桃，她的阿妈洗头妹，洗头妹，妹，洗头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没有。然后她是她的阿婆的阿妈，嗯，后来到了退休的年纪了，对，是不是有退休？嗯，有退休哈。对，后来呢，一直要开那个要做那个板条的店，是吧？那到那个厉害的那个店。那个板条叫什么名字？等一下再跟你讲。来，我们进来去看。我们进来这边。哦，这边。这是一个展馆。秋哈来一鬼，痛下来去归。嗯。伊讲我当兵来去归啦。对啊。你做了不好，来去归。洗头妹好凶啊。秋哈来去归，归就是归去嘛。秋哈就是一起。啊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可以讲，那我们一起。秋哈。谈恋爱的意思吗？秋哈。有没有？你已经太久没谈恋爱了。对，我已经忘了。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唐号，对，中北部以上的唐是摆旁边，对，只有南部的唐是摆中间。好像说吵架的时候就是会看，就是用这个报，这是不是这一路人分？是不是我们自己人？陇唐西，陇西唐啊，怎么样？陇在中间，哎，那个是我们南部客家人的暗号，唐号在中间，唐号在中间，南部的客家哈六堆，我们怕就是去以前有械斗嘛，怕打错人啊，对。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暗号，把唐号唐字放中间。其实打架应该是在六堆啦。哦，六堆以前对坏啦，人家要来欺负我们。对，一般这个是我们去到人家家会说，比较不会失礼，就说哎，看那个中堂，就说哦，就知道家姓什么。哦，清河堂是姓什么？我不知道呢。我姓这个，是的，因为陇西的，陇西。我们这个族谱也是从清河来的，廖姓还有分清河还清母。你不是新威廉吗？新，还得永生哎。辉哥，会不会我们在这边跟他聊完之后，对，出去那个真的熊旭也就来了，对，拍写，所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他抓走，说嘛拍写先拿来电哦，他刚先挂挂挂，我有听到，你有听到有啊？这边就是长明用具了，对，染染也是。客家人不是很多什么颜色吗？五颜六色。其实那个是后来的啦，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是蓝色的，比较会那么耐，而且耐脏，而且是不是也比较好取的？会不会？对，大青啦，大青。威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是不是菜篮？比如说送菜给那个先生啊，或什么吃的，在田里面。你说跳蛋吗？跳蛋不一样的，跳蛋。你蛋。哦，吓到我！蛋子，吓到！这是蟹篮，蟹哦，谢谢答谢，就是礼尚往来。哦，然后这个是你知道什么吗？黑狼，我地上我巴上，我小时候就看很多，他们就拿这样在路上走，然后晚上呢把它盖一块布，可以放在棉被里面先暖一下，它就是个暖炉。我有看过我们那边的长辈放什么叫棒阿香，一举数得。对。其实我们剪纸是一个形象，像这个有一个像头，就是土地公公。哦，这个脚是梅花鹿的意思。对，这是鹿，就主福鹿嘛。像这个有没有？可以说凤梨，也可以说那个什么菜桃。泼菜桃。对，嗯，啊，凤梨嘛也是旺旺来。对，就是过年过节都会用的。对啊，比较难的可能就剪这个客家。哇，这个超级。哇，这个世界级的。而且它很好玩的是，它是一张红纸，它就把它折叠，看你要折几个角，然后。慢慢雕，
那你会折吗？我不会。我会。他是折手。往这边。这个好厉害。对啊。这个极其复杂。他们剪的其实都有一个意义在。年年有余哦。对对对对。谢谢你，感谢您。哎呀，我都没有看到呢，你居然看到了，真的。这个是我们六堆，那为什么以前分这些堆呢？我们以前祖先不一样，不是堆，以前叫做队伍，就是营呐。那以前有七个营，那后来战争结束以后，我们经过了朱一贵，然后经过清朝，经过日本的。我们为了要表示说我们不是乱民，我们就把那个武器缴还给政府，把营去掉，改成队伍。可是又怕那个太形式化了，对，就把它变成堆。我们以中堆来讲，我们面向零落，就是前，后面是内埔，新埤加东是左堆，那右边就是美浓高速，先锋就是万峦。万峦人比较彪悍，打战的时候都是他们冲第一个，我先来。万峦人距离平埔族比较近。那他们以前语言不通的，他们跟他们械斗冲突最多。对，这个在地图上是查不到。高屏溪以南这边才是六队。好。你说有些旧地名还有什么营什么营的，也是跟客家有关系？那没有，那跟郑成功有关。哦，跟郑成功。对。看到很厉害的这个，哇，石头。这个是客家人的方口丝，它跟闽南人的那个形式不同。那这是我们客家一般的祭祀祖先的时候才有的盘花啊。为什么不像闽南人是在瓶子上什么的？因为像这个新丁花，它的含义就是真丁了。那这个叫做圆板花，这个全部都是籽，就是取多子多孙。哦，这个就是子孙满堂。对。芙蓉辟邪用，辟邪用的。扁柏就是取长寿，你家有什么花，我就用什么花去替代。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拿来供神。我们客家人现在初一十五的时候祭拜土地公公，也都是用这个。那这个槟榔扇呢，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槟榔叶掉下来，掉下来以后，那下面包覆的壳，然后再来剪，慢慢剪。对，我就把它变成这样子哦。以前的人就是拿起来可以扇就好了啦。对，我们的扇子方便就好了。对。那是槟榔有关系，彬彬有礼啊。这个是文创，你随便你怎么做，都可以的。这种天气挥起来特别冷，特别冷，不是没有煽风点火。要不要体验一下？可以可以，完全可以。老师，我们现在要这样子把它粘上去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知道这个要费多少功夫才有这一把这么漂亮扇子给你吗？是吗？当然啦。当然，那我帮你煽风。不要了，今天我帮你点火，今天会冷。妈在打海。你说要把它晒要压是不是？当然啦，要晒要压，然后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。塑形是。就先把形状剪出来，现在用木斗。坚固的。那当然，你要不要给我打一下看看会不会痛？可以啊，猜拳啊，来啊，输的。不要。猜拳啊，三战两胜，来。来啊。不要。刀石头布，哪里也不一定会输啊。有啊。哎呦我。小叔唔乜嘢，小杨大叔，看到你又想要看到我惊，哦，你这样很倒，我这比你较很倒，哦，真的，阿妈提出来比耶，我惊，有看到无？讲我母啊嘛，讲我是阮老乡很倒的，你可不可以用这一？母爱都很伟大，就来自这里。当然啦，阿贺，阿贺都被追够了，是吗？是啊，你要不要？够个图，我现在就安内德尔吗？人生就不需要这样子够来够去的啊，就是要让它肆意的发展。我们要不要往前一点呐？哎呀，这尬的。老师都还想哦，这样做不需要这样子，老师。突然间你就忙了那么多了。俊哥有够图呢？哪有？他现在算很潮流，他不土啦。嘿呐，安内喂啊，较紧呐。警卫，警卫。哎，我看你无啥下呢，好来，哎呀，看你一个镜头镜头，你竟然这厉害，跳，这个也很漂亮哈，
好啦好啦，我没讲。我只是呼吸而已，不要紧张嘛。没有，我换个颜色，我换个颜色了，换个颜色。你两个今天去打嘞？难怪能说你们六堆这边来的，难怪是厉害厉害。嗯，比较都是很角色的，先锋堆的，不是我中堆的，你是中堆的，够秀雕呀，哦，哎呦，好够秀雕呀，好用滚梳啊，丢丢丢，哎呦，要滚梳，哎呦，这个头壳太厚，叫我都，哎呀呀呀，你还要粘哦，我还要啊，我粘得很满，圆圆满满啊，哦是哦，嗯，吓到了吧？不是不是，这个要不要往这边？好好哦，好啊，可以啊，我发现客家姐姐都有一些坚持，对。因为他们对于美哦，看玫瑰啊！哎，我这我专门的啦。你来的不笨死？我怎么变成笨手啊？对吧？你也干嘛？你是要创啥啦？我来挖，我要从底到上面啊。好了吗 ？OK， 差不多了，因为阿姐啊，个小娇姐，这里啊，那个这里，我直接看玫瑰呢。这个是我平常会做的事情，所以你这摆我看不下来，看不下去了。对呀，这个你看你看你看，龙小飘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哇，再重来。细节控，嗯，嘿，细节控，嗯，加。当你儿子蛮辛苦的呢。不会啊，他都把我话当耳边风，来给他听。那个还这样还不辛苦？是。这旁边要不要给他抹抹？啊，少年人爱有一个风度，爱靠耐心咩？我好呼吸呀，跟着我深呼吸，你的风向。哇！被弄到，今天被弄到最严重就这一把了。好呛哦，这好呛哦，还在唱。那你看 Energy， 他们就自己默默要付出了啊。那你难道我们不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吗？期待期待。哎，那个顺哥是用画图哦。哦，我知道啊，你要我画图吗？没有。哎，先不要了，建议。哎，这里。哦。哎，你的拉卡罗。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画画的，因为呢，他一个人长得帅的时候就不需要有其他的东西来增添自己。安尼讲就对，安尼讲就对了啦。对。还蛮漂亮的耶，这个花布呢已经在琳琅满目的开在我们心里的花园。对，花开富贵，人家说善良也就是善良了。嗯，有喊来做甜料，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，快点快点快点。